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02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做的是起源系列的 Robot Battles 的系列，机器人战斗系列。我想目前网络上呢，除了这个以中文做开箱吧，除了玩具的主人中荒影月兄在他的 TikTok 上面更新之外，好像没有人拍过这个。那官方有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奇葩的一个系列周边。那我想今天这款的话呢，是我目前接受过呢奇葩中的一个奇葩啊。那我们的话也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它首先的话呢，它是一个有所谓的一种应该算三变形态了啊。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形态，这个是 Elita One 啊，是一个可以推车非常舒服的摩托车。再来呢是造型非常帅气颇有赛星风格的 Bumblebee， 这个车型做的确实挺好，但是翻到底部一看啊，这个人头都暴露在后面啊，但不可否认啊，它的一个正面来讲还是很好看的。然后 Optimus Prime 这个大大的脚掌还有这个伸出来的手就扣在后面。然后呢是体型很巨大的坦克车 Mega 应该是 D16，它的话呢炮的话略短了，手臂一样暴露在这里。这个的话呢推车也不错啊，是有一个推车的。那以及这一次呢整体来讲的话呢算是素质最好的御天至尊。但是翻过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非常高兴的在这里手舞足蹈啊。那我们的话呢就先把它变形成机器人吧啊。这款御天的话呢算是这几个里头呢我觉得变形来说已经是相对有趣的。你看啊，跳得多开心啊，这佛朗机嘛，对吧。好，这个腿放下来之后，这个腿的话呢按照它的一个变法应该是要把它做一个合并了啊，然后呢扣在这个地方，有个小扣的一个点把它扣上去，手臂呢往下放下来就好了。那这个就是御天至尊变形之后的样子，它的可动就是手臂这样啊。这个手臂啊，这个是待会把玩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整个一个背包的话呢直接背在后面。那密卡登的变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腿的话呢给往前面放下来，然后的话呢把这个这里推开，往后面推过去，推到底啊，那这个地方把这个头应该先这样的，先把头给推出来，推出来之后再给它推到底。好的，那么就完成了它的变形啊。胸口的话呢有一个狂派的雕刻过了一个装置，后面惨不忍睹的一个造型，放到这样的话也是被击倒也是可以移动的啊。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 OP 了啊。 OP 的话呢是也是我想 OP 从哎，这个 OP 从哪开始变了？哎呀，这个难倒我了，你看这个难度还是很高啊。OP 的话是从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分开，两侧做一个分开，然后头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这里推出来。好，头部出来了，一样是只有手臂上下可以动啊，后面的话就整个是空的了啊，空的了啊。那大黄蜂的话，我告诉各位，后面越左边越离谱了啊，越左边越离谱了啊，这样子把它推出来，脚掌推出来，好了，变形完成了啊。大黄蜂面雕其实还算可以啊，头盔的形状挺漂亮。那因为玩具的主人又给它上了一个墨线啊，所以看上去还稍微有点看头。那最后的这个 Elita One 就直接的地方把它给打开啊，直接打开。啊，你看到这个木乃伊从里头出现的感觉，这个就是 Elita One。啊，后面当然就是一样是惨不忍睹。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五个家伙的机器人的形态，那他们其实都有配他们对应的这个武器啊。比方说呢Megatron 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手炮的部分可以把它给扣上，那它还有一个火焰的特效键啊，这个火焰特效键刚刚在载具下的时候是可以装的在炮塔前面啊，我刚忘了。 OK， 这个是它完整的一个形态。接下来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玩法啊。这个是它们本身是有这个对应的这个颜色，你从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上去。扣上去之后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我先压住一下，你这样子去转。好，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嗨，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人嗨了不如两个人嗨啊。我们的话呢就把它给这样子扣上去。好，那他们两个人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战了。这个画面等一下呢一定会非常的搞笑，而且连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哎，我发现这两个家伙 ，OK， 还真的是不容易分出胜负啊，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这一套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格斗系列的玩法，就看上去画面上面看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搞笑的两个人，好像小学生在互殴一样的那种感觉啊。那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对战状况呢？真的是没有人会知道。那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拿一个这个我们经典的这个 OP 呢，跟这个 D16， 我们请他们两个来对战一下好了啊。那我玩了一下，因为我发现这个 OP 的这个子弹的部分呢，它比较松啊，它比较松，所以它可能等一下打到一半就会飞出去啊。我们就这样子啊，那我们就给他们进行一下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对战好了啊，就这样，各位可以看到啊。其实我讲一下啊，你有拿武器的那个手呢，你有没有发现离心力比较强，它的攻击力一定会比较大。OK， 好，那我们就让他们两个人进行一个对战。哇靠，你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欢乐啊，你还可以自己切换一下角度啊。好了，我累了，小朋友打架的那个大人也都累了。那今天的话呢，就可以分享各位分享这一套这个变形金刚起源系列的机器人格斗系列，非常欢乐的非常非常非常欢乐的作品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